家好，我是秘密基地桌垫的晨晨。哦，晨晨你好。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准备直播，准备什么直播呢？没错，直播。什么什么？对，什么？什么？直播埃森Sng。埃森Sng。埃森Sng是什么？是这个，是2017年10月26号在埃森会有展览。然后秘密基地桌垫会派遣特派员，也就是我，到埃森展去为大家做第一手的报道。有人有桌垫到现在为止有人这样做吗？没有嘛。秘密基地桌垫是不是超屌的呢？当然是。好，那当然，因为埃森展它有时差的问题哦，所以大概会有6到8小时时差。那我也不确定说我们不能在场的技术会不会能够支援我全天候的这些直播这样的。当然不会全天候啦，只是会就是分阶段主题性，可能是有外国厂商，或是有跟外国知名设计师去接触，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台湾的就是桌游设计师团队这边就是也做报道，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一些的就是销售的状况这样子，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桌游在国际也能发光发热。对，那当然就是在这之前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频道刚创，所以订阅度不够，所以请大家赶快分享出去，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赶在埃森的时候能够直播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好，那当然就是订阅的话，也可以很及时的，就是收到一些我们的活动的通知，或者是一些我们桌游直播通告，或者桌游教学，这些也都是我们希望以后能够给大家就是收到的一些桌游的讯息。好，那今年埃森展呢，其实大家都有关注到一些很多的作品，那我们就是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大概有哪些作品呢？你现在是去要顺便买回来？对啊，我去的话就是会想要找到一些游戏，像我们现在就是有对埃森展的讯息，就是有在关注桌游的人推荐的游戏，那它是一个叫 John Company 的，叫也许台湾翻译会叫约翰公司吧。对，那它就是一个算是经营类型的工人摆放游戏，那它看起来内容也相当的丰富，非常的好玩。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有部分的店家有先进一些其他的就是桌游游戏，然后回来，然后像是著名的神秘大地、农家乐吧，然后神秘大地、宇宙吧，也许过了不久之后会有神秘大地、石器时代、神秘大地电力公司嘛之类的。对，那就是大家就是说，等到我们有收到这些游戏之后，就是我们也会抢先可以就是有体验的活动给大家来，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参加。对，就像还有就是马可波罗跟罗伦佐的扩充也是有预计在今年推出，那当然就是可能大家在卡牌屋。就是东西有看到说它的连接有它的画面出来，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更详细的消息，那我们会希望说在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实体的产品。那如果说到时候还没有它没有赶上整个展期的话，那至少也有第一手的消息可以给大家。好，那至于我自己有关注的话呢，就是有当然是农家乐相关系列的卡牌啦，就是有 A， 它好像有 AR 系列的卡牌吧。那还有就是我自己会在这次采购中会买2017年版的伦敦也是一款非常棒的游戏，我很喜欢。好，那至于就是回到我们的秘密基地桌游店，那最近我们店里面有进殖民火星这款游戏，那还有就是三国德志这款游戏，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店地址就在于松江路259巷31号，那就是捷运松江捷运行天宫站出来之后，在彰化银行的巷口走进来就是哦。那如果有大家有很喜欢，就是很多很特别的游戏，也可以来桌游店里面找我们。玩，那就是最后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